大家好，我是 Nancy 陈红地产经纪团队 Alan Life Realty。我们每周的话都会有推出 Home of the Week 啊，可能是新房，可能二手房，也可能就是独立房 condo 或者比较有特点的房子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样板间，有蛮多客人呢，对样板间很有想法，有追求哈。那如果你在寻找样板间一层楼，这个推荐给大家哈，它是一层楼社区，铁门社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段哈，当然这个是升级过后的，那1800多尺，63万7，这个有2200多尺，81万多，最后一个呢2400多尺，一层楼84万9，这里面的话也可以包括家具哈，就是如果有的客人呢图省心哈，就是拎包入住，各方面都齐全，而且过户也时间比较快的话，这也是一个选择。那么小区的这个位置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呢是在西北，可能我们听很多西南区，比较熟悉西北的话，大家也可以 Google search 一下哈，看看它这个所在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这个社区当时他们的这一个图哈，当然现在这些空地已经，都已经盖上房子了哈，小区它样板间已经出售了，所以整个社区里其他房子都已经卖完了，周围跟这个可能也不太一样了。但是在前面一点哈，它的公园呢，它的这种就是 playground、park、加油、kitchen、学校，你可以看到哈，离社区都非常近，整体上是，很方便的一个地区。那西北的这个社区的话，这在这个周围也是大的规划社区很漂亮，这几年发展的也都蛮好的。它所在的位置，大家也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哈。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赌场大道、中国城，那么它是远离喧嚣，在这个西北这一个角这儿。所以如果有客人对这面房子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，感谢。